你说你待我如姐妹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当成姐妹了？刚入宫的时候，淑贵妃看你不顺，赏的200个板子，是谁替你挨的？皇后娘娘赏的绝鱼汤，又是谁替你喝的？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啊？你怎么对我的？你看见我，你欺负我，你折磨我，你羞辱我，你虐待我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当成人看了？什么时候把我当成人看了？我打你也好，骂你也罢，可我从没想过，最想置我于死地的是你，竟然是你。姐姐，这不都是你教我的吗？在这个紫禁城里，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自己。